谁家的春联长这样？左右对联包含横批，满满音符，乍看之下仿佛无字天书。实际询问民众，没学过音乐，还真的跨龙门。我靠，有懂不懂音乐的？就发啦发啦，哎，这个就是有点像是发财到来的意思。啦，瑞，那是啦瑞啦瑞啦啦瑞。应该是这样的方才对。是啊，我觉得蛮有趣的，可是这个是做主创意啦，可是也没有几个可能看得懂啊。想答对真的不容易，记者直接找专业老师帮忙解答。发啦发啦发发啦，中间就是发的最强音哦。跟你说我很发了，上联就是发啦哆发。老师看了边答边唱，原来左右对联左边的高音谱记号谐音是发啦发啦，右边低音谱记号是哆发哆发，中间还有一个高音的发。横批很特别，用中音谱记号谐音是发啦哆发。网友开玩笑说可能财神也看不懂，会直接到下一家去。也有人说横批看起来还有步步高升的意思。上联还有蛮有创意的，但是基本上好像还是传统的比较会买来做收藏。就连老师都点赞，五线谱春联，音乐人玩创意，喜庆迎新年。三立新闻刘安静、吴慧珊高雄报道。